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核弹皮诺又升级啦。我们现在的符文非常的烂，装备的话呢还算可以，最主要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潜能核心给全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数值，来，再来244万战力的核弹皮诺对上449万的十四星白雪，居然还能够战胜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办到的。阿北我来了，哈喽大家好，我是 BAY 阿北。那今天呢是阿北这一服开服的第41天哦。那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还维持在 VIP5， 然后战力是来到了660万。那现在呢基本上打800万的这个对手，要赢的话是没什么难度。最高呢目前是可以越到差不多1000万的一个战力哦。好，那现在呢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看说啊，白雪游历有没有办法上到15星。因为上到15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启觉醒的系统了。来，那我们整体的战力呢应该又可以再提升蛮多的。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抽抽了。啊，对了，我们这边先顺便的稍微提到一下这个暗法马林，那它的强度呢要到比较后期，后期有练起来的话呢强度还蛮不错的，不过在还没有练起来之前呢会有一段空窗期，会过得稍微比较痛苦一点。那详细的攻略呢阿贝会在之后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在这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通关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去做个通关。第一关的话呢，我是摆了一大堆的输出手一大堆的输出手，因为暗灵玛丽他的这个输出啊有点不太行，对，有点不太行。我当时呢好像就是上这个阵容吧，哦，这样的一个阵容三输出哦，再不然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就是再上一个摩押马尔，然后基本上呢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在第二关的部分呢一样哦，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比较 OP 的就把它给选起来，对不对？像风外婆啊、三奴雅、梦境艾丽，然后最后一个就选苏菲哦，这样子整体的这个输出呢应该就非常够了。但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把这个三奴雅换掉，换成黑桃王子，好，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我记得这三关呢打起来都还蛮轻松的。再来第三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上这个悟空，然后这边还可以上谁啊，上一个魔女心地，然后上一个补血的，再来这边还可以来上一个帮忙来做一个破甲哦。如果不想要破甲的话呢，上这个会晕的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哦。这两个呢主要都是坦克。 OK， 那这三关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啦，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不实际打给大家看一下了。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提升了。 GO GO， 来，各位观众，单抽出奇迹，莫魂莫多，莫魂莫多，我想要来个白雪尤利小王子欸，哇哦，居然是小王子欸，白雪尤利，靠腰啊，人鱼利尔，干你的人鱼利尔嘞。火系的话呢就来皮诺，剑刃皮诺，靠腰，全部都是这种东西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没关系，我们这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抽抽，来抽起来，各位观众气在赖，一定要单抽好不好。不过呢最近单抽好像有一点比较哎，正要讲非洲就来一个神话角了正要讲我非洲欸，哇，不是吧，这么凶的吗？再来再来再来，我们很缺这个肥料啊，再来，可以再来，
给我肥料四星五星，通通一起来。再来，这是谁？死者月兔。再来，哼，再一只就好了，好不好？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只就好？操你的！这是谁啊？妈的！操你的矮人亚登！操你的矮人亚登！看，好，再来。这边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心灵水晶。各位观众，魔女心地，哎，我们心地还缺一只，对不对？来，心地。心地来一只，干！完了，我脸黑了，我脸绿掉了，怎么办？怎么办？还有没有得抽？还有，兄弟们还有，来，还有50个碎片，各位观众，魔女心地，水属性有一点接近了，有一点接近了。再来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来抽这个沉睡诅咒，单抽了啦，一定要单抽的、啊，对不对？梦魇马林，应该没这么好运吧？只要140抽、欸，哎，单抽出奇迹，哇，真的奇迹了、欸！奇迹在哪里？马林。马铃有可能这么早出吗？这么早出货吗？应该不太可能吧？是不是？这么早出，有点像哎、欸！哇哦，哇哇哇哇哇，有点像哎、欸！哇，好运哦！阿贝通往这个欧洲的。火车呢已经启程了，好不好？已经启程了。哎、欸，那如果要跟一次这个活动的话，我要抽60抽、欸，哎，60抽要10000多赚呢、欸，不要了吧？不要了吧？太贵了吧？对不对？10000多赚呢、欸，10000多赚，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啊，等以后再说啦，可能我也用不到，对不对？可能我也会用不到。看来呢，今天我们要来把白雪游历上到15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呢可以来升级我们的剑刃皮诺，来把他的这个潜能核心开到第11阶开出来。然后呢，我们又要来开始洗了。要洗什么呢？啊，先洗再说了，先洗再说了，反正这非常烂哦，非常非常的烂。后盾都比较好，后盾都比较好。来，各位观众，气再来，干什么再生啊？来，再来，给个好一点的，绝地暴击。绝地暴击好像可以哎、欸，但是呢，他这三个也太烂了吧？这什么烂东西啊？啊，靠朋友怎么按到保存了？我怎么按到保存啦、啊？太无情了吧！这边我们再换个5颗好了，再换个5颗哦。没有就算了，好不好？没有就算哦，不要开玩笑哦。来，各位观众，气再来。绝地求生，这个对于我现在在玩的核弹流还不错。哎呦，这对于我现在在玩的核弹流还不错哎。那什么是核弹流呢？阿贝之前有拍过影片，就是说哈，我们要去吃到一堆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就是我们要去吃到一堆的那个，章鱼的那个触手，吃一堆章鱼触手，
把 buff 全部加在我们的剑刃皮诺上面，然后呢再打出一波。但是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遇到被控哦，再不然呢就是被打死。所以说，我们有这个的话，就还蛮不错的，对不对？绝地求生，我们就有机会不会被打死。好，来，而且这个分数给的这个也蛮不错的，给的这个坑洞啦，这个槽也是蛮不错的。这边来个爆伤，对不对？来个爆伤，这是什么？哦，这是魔力哦。魔力的话，就来一个攻击，攻击比较好了，来个伤害。对，伤害，没错，来个伤害。然后这边就是抵抗嘛，才不会被控嘛，对不对？这个抵抗非常重要。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启动了。有点厉害啊，对不对？而且这还是 50% 几率不会死亡，比 50% 几率复活还要来得好很多。因为这样呢，我的这个 buff 就不会不见，我至少呢最后还是可以射出去。OK， 我很满意。这样就对了。哇，太无耻啦，太无耻啦！这边来个连击吧，我都买不到是怎样？居然都买不到好啦，反正只是先暂时用，所以说呢，也不要太要求，也不要太要求，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哦，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场的对局。看来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有一点成功了。首先第一场的话，也来带大家看一下好了。比较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剑刃皮诺、核弹皮诺的那个玩法。那现在呢，已经有慢慢成型了，我们的核弹皮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场好了。第一场的话呢，我们是对到多我们60几万战力，其实没有很多啦。哇，这个尬蹦脆，有没有尬蹦脆？啪啪两下就没了。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哈，现在整体的这个战力感觉有一点不太行，所以说到时候会把新地换掉。然后再上一个输出，那上输出呢，就可以来上我们这个剑刃皮诺，对不对？我们先在第二队好好的给他喂饱喂满，然后到时候呢练起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补到第一队来，这样整体的输出会比较稳一点了。或者说呢，我们的剑刃皮诺还没有练好，然后罗宾就先出来了，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谁还蛮麻烦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面具啊，假面，真假公主啊，蛮麻烦的。他会无损复活一个人嘛，所以说就变得每次都要打到蛮久的。那就看说以后那个陶乐茜出来之后呢，我们整体的火力又可以再上升蛮多的，那个情况又不同了，就会又会不同。我们甚至呢可以在第一回合就杀人，现在要在第一回合杀人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因为输出不太够，输出不太够力啊。好，那么到这边基本上呢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就剩下两个坦克跟一个辅助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核弹皮诺来了，来了，对手有14星的白雪哦，14星的白雪哦，对，不是随便
搞一搞哦。来，14星的白雪，10星皮诺打14星白雪，还把人家整队都灭了。来了，准备开炸了，兄弟们，来！哇！而且还没有触发连击耶，哎，刚触发连击的话，他就直接秒杀了吧，对不对？就直接全死了吧？太可恶了，居然没有触发连击。然后我现在的剑刃皮诺整体的这个资源呢是非常少的，再给大家看一次好不好？好爽哦，核弹皮诺。OK， 现在准备来到第二回合，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吃到这个几个 buff 啊？现在已经吃了三个，对不对？吃了三个怨灵，然后在这一回合的话，我们会再继续吃了三个。哇，有没有两个都惨？没有触发物联啊，不然他们全部都要死啊，对不对？有够凶的，有够凶的。哎，这边我们有办法去看到他的那个伤害输出吗？没办法哎，一定要看他打完哎。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我们的皮诺有叠到六层的那个 buff 吗？六层，哦，两层哦。buff 的图案好像就是长这个样子嘛，我们看一下，怎么都会累格累格的，完了，来不及看了，一倍速，一倍速哦。我们看一下 buff 几层了，五层了吗？对，五层欸，对不对？欸，不是啊，怎么没有看到？欸，哦，五层，五层，五层是多少？75%的暴击率，然后125%的攻击。好痛哦，好痛哦！而且他才十星呢，对不对？超狂的，才十星呢，不敢想象。到时候呢，我们剑刃皮诺到15星的时候，那个核弹炸下去有多么的舒爽。那练剑刃皮诺呢，是主要以后可以去搭罗宾嘛？啊，不然的话呢，现在如果这个核弹是温蒂的话更爽，毕竟温蒂是全场嘛，全场打非常非常爽，非常爽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欸，看不到他总共是打多少的一个伤害，欸，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希望啊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问，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阿北，我们下集再见，拜拜。